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试一下呢，怎么用 ChatGPT 来跟AI 机器人做一个交流？那怎么使用它？怎么登录它？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未来的时候呢，会有微软的 Bing，还有呢 Google 的 AI Bard。那这未来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来一一的实验，然后看看呢，每一个不同的系统下面，它的 AI 它产生的一个方式跟进行沟通，跟你交流做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讲量子纠缠，但是，就是一个分享的过程里面，我想大家能够学到非常的多，主要是我们把 AI 当成你的伙伴、你的 partner、你的 friend，还是你的一个工具，在这一个不同的心态里，AI 呢，它产生出来的方式都会不同，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使用看看。那首先呢，我们先进入 ChatGPT 的官网，然后我们到了这个 Try Chat 这一个地方呢，我们就把它按进点入，点入以后，它会有三种选项。其中有一个是用谷歌的账号，另外一个是用微软的账号。那这三个选项里面呢，你就选择其中一个方式去登录。登录了以后呢，因为它在晚上的时候呢会比较多人使用，那有时候登录不一定会成功。所以呢，如果想要尝试刚第一次想要尝试的朋友，你可以试着在白天的时候登录。不然的话，就是晚上，如果你第一次没有成功，你可以多尝试个几次，它就会可以登录哦，成功。好，那我们登录了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下方有一个一栏可以把字输入的一个那个 keyword 的一个 bar。那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试着开始跟 AI 对答。那一开始我都会先跟他做一个礼貌性的打招呼。然后就开始询问。那今天我尝试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台湾淡水的天气。下面是他跟我的答复。既然他说他没有办法马上的知道，他说要我自己去查网络上的一个天气资讯，我觉得他讲的蛮对的。这个地方可能不属于他的服务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再细问，他应该有机会再问出来。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我们就尝试问下一个问题。那这是AI 呢，对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描述跟解回复。那接下来我又询问他有关于 AI 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心咒。下面是他的答复。我觉得他的回答都比我们正常人在思维上面的一些回答上还蛮精准的，充满了一些所谓的 humble 谦和，还有一些充满了爱，还有充满了知识。所以我觉得在他的回复下，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和学习的指标。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拜拜。